这只狗可不一般，3米多高的墙说翻就翻。监控前的主人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毕竟两堵墙中间只能容下一人，而狗子几乎不用助跑就能轻松翻越。更离谱的是，这墙本来没这么高，主人为了防止它跑出去，已经重新砌了砖头加高过一次，没想到还是拦不住狗狗的动作。据主人说，前段时间他发现自家狗子似乎长了反骨，只要自己一出门就会立马偷跑出去。可重点是自己也没少放他自由啊，平时狗子吃饱喝足以后都会让他出去放风，可是尽管大门敞着使劲往外撵他都不走，好不容易迈出去一步就又吭哧吭哧的折回来了，最后死气白赖的往地上一趴，跟粘地上了似的。但就是这只看上去宅到不行的狗居然还有两副面孔，专挑着主人不在的时候开溜。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家里门锁得严实，又没有能钻出去的洞，它咋出去的？于是主人在墙角装了监控一看，好家伙，原来是狗急跳墙了。别说这动作可是相当麻利，看得全场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对此主人想出了对策，你不是爱跳墙吗？那我就把墙砌高点，看你跳不跳得出去。然而砖砌了一层又一层，墙也一次比一次高，每当主人觉得这高度已经足够拿捏它的时候，监控里的狗子都会重新惊艳所有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主人发现狗狗对出门的热情不是一般的高，原因可能也就没那么简单，硬防不是个事，不如干脆找来节目组一起想办法，多装几个监控，再多配备几个人员，看看狗子到底怎么个意思。一切准备完毕，主人就开始了守株待兔，先离开家，然后坐在车上静静观察。果然自己前脚一走，后脚墙边就长出一个鬼迷日眼的狗头，自家狗子瞬间化身特务，透过铁栏一个镜偷瞄自己走没走远。不仅如此，他还知道站得高望得远，他在天台上确认主人的踪迹，让我来康康主人在哪，这古猫不会在哪。对视的时候一人一狗都有点尴尬，但这种事也不是狗狗第一回干了，他麻溜跑了回去，窝回墙角，全当无事发生。啥咋的了？过了好一会儿，等狗狗确定主人真的走了，就直接翻墙跑了。不过在这之前，节目组早就给他带好了摄像头，就等他发挥呢。狗子出来后一路狂奔，甚至差点被车撞了，幸好节目组及时赶到把他薅走，不然得把主人吓死。可就这还不算完，当狗子发现节目组把自己逮了个正着的时候，瞬间又熟练地使出老三样，掉头、跑路、翻墙，这一套操作把正在看监控的主人气得够呛，直接回家把狗子拴了起来。可是拴着拴着，眼见着狗子可怜巴巴地叫唤着，主人又很快想起了他的过去，再怎样也不忍心了，只好又重新放了出来。사례가원래이유기견이었거든요버려진상처가있을거고분명히저희가진양박이전까지어디가또크이지않아또분명히가도있었을거고그런분격있을텐데자유롭게뛰어놀았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에서이제묶진않았던거예요冷静下来之后，主人也知道无论是砌墙还是拴狗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说到底还是要接着弄清楚狗子翻墙的原因，无奈之下只能请节目组找来专家。专家根据监控发现，狗子翻完墙之后其实只是好奇的在周围转圈，实际上并没有跑多远，翻墙可能只是想尽可能的离家人近点。至于狗狗为什么能翻过这么高的墙，这得多亏了主人的训练，因为这堵墙不仅高，而且和后墙距离特别近，也就是说狗子要是想翻过去什么借力都没有。可原本这墙没有这么高，是后来被主人砌高了三层，然而由于工作忙，每一层都是隔着一段时间再砌上的。说白了，如果主人一口气把墙砌完，他其实也就跳不过去了，更别提练成原地跳高这样的绝技。为了狗子的安全，不让他再偷跑出去，专家出了一个主意，因为狗狗翻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主人，那么当他在犹豫自己要不要偷跑的时候，主人要让狗子知道他一直都在，用不着翻墙才能看见。于是主人按照专家的方法展开训练，每当狗子跟着翻墙偷跑出去的时候，主人都要迂回着回到家里，在家里呼唤狗狗托尼托尼，而狗子一听到主人的声音，耳朵就会立马竖起来，想也不想撒开腿就奔到主人的怀抱里。几轮训练下来，狗子基本就不会再翻墙出去了，因为他知道了主人永远都在他身边。울타리안에서행복해진수있어서그래서거기에서는만족하고보람을느낀것같아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只狗其实看上去机灵又活泼，但长期的居无定所依然让它缺乏安全感，现在又有了这么美好的家人，所以更加受不了分离。狗狗有什么错呢？它只是不想离开主人而已。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